人、节目主持人。关胜杰客串主持。各位听众早晨，我是关正杰，我想你们都很少听到我把声讲嘢把声，我意思是因为我都很少做电台的节目啦，不单止我少做电台的节目啦，甚至是电视台都很少，亦都很少其他的新闻，原因是因为我的工作是相当忙的，很少有机会可以咁样同大家倾偈。不过呢，有一样嘢我自己呢係真係好喜欢唱歌。我记得我喺好耐以前学生时期啦，嗰时所唱嘅歌呢大部分都系啲英文歌啦，民歌啊之类咁嘅嘢。直到最近呢几年呢，广东歌呢是非常之流行啦。咁我记得喺我諗有两三年前啦，就当时呢係有一间电视台呢係话要唱一啲电视劇嘅主题曲。咁我觉得即係係一个新嘅尝试。咁所以我就唱嗰时我唱嗰隻歌，第一隻我记得係神雕侠侣的主题曲，咁就唱咗之后发觉都好多人听，咁我自己都觉得好高兴。咁但一直以嚟呢我都系冇试过自己出到一隻大碟，咁所以呢有机会呢一次呢终于出到一隻大碟呢，就特别介绍俾大家。呢隻大碟呢嘅名呢我暂时呢就唔话俾大家听住。但首先呢我将佢嘅主题曲播俾大家听。
首歌呢是去年一个电视节目的主题曲来的，或者大家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那个电视节目做了这么久呢，那只碟先就出到出来呢，那个原因呢就是因为要做一只大碟呢是要找一些好的歌夹埋一起这样先可以做出来的。咁但是当中呢在这个选择歌同埋揀材料嘥咗好多时间啦，同埋我自己本身嘅工作亦都好忙，咁所以呢就卒之呢就等到而家先至出到出嚟。咁当呢隻大碟做嘅时候呢，就得到好多人帮手，好似譬如黄沾先生啊、顾家辉先生啊、卢国沾先生啊，就好多好多其他幕后嘅人啦、啊，咁帮手一起做。如果冇佢哋帮手咧，我睇呢只大碟咧，仲迟啲都仲未出到嚟。咁所以我喺度特别都系多谢佢哋嘅帮忙，同埋更加多谢有好多幕后帮手嘅人，佢哋。好似我一陣間介紹俾大家另外一隻歌嘅歌名一樣，佢哋都係無名英雄。你記得，我也記得，世間的英雄已是為是那無名俠客。谁个知当年日子赴汤到烈火，为这人间添上忠义，永不求闻得成人舍己，行合仗义。其实做无名英雄都几好的，我时时有咁嘅感觉。呢、这个感觉呢就是因为呢我唱咗歌之后啦，咁有好多时呢有啲人呢就会认得我。咁譬如有时我出街呀有人会认得我，就会突然间喺我后面就指住我话啊呢个系关正杰啦咁样。咁有时呢就搞到啼笑皆非，觉得好好唔舒服咁样。咁
所以呢有时我觉得最好呢就是一个人呢完全咩都唔使理，可以有自己嘅世界。但係呢呢样嘢係冇可能嘅。你做任何事呢都唔可以话同全世界嘅人都冇接触咁样，係唔可能。甚至乎譬如你话将自己闩埋门喺屋里面啊，就以为呢係可以逃避到出面嘅嗰啲嗰啲繁杂嘅嘢，其实都唔得嘅。你在屋企里面上面可能会是装修啊拆楼啊咁啊，咁你一样呢是得唔到安宁嘅。或者我讲讲点解我会有啲咁嘅感觉呢。喺好耐以前呢就我已经开始係耐唔耐又唱下啲电视剧嘅主题曲啊咁样嘅。咁但係呢始终呢都冇话諗过会将呢啲歌呢是集合埋整成一隻大碟咁样，完全冇諗过。咁嗰陣时呢就已经做咗好几隻啦，有啲呢就夹咗落去一啲其他嘅歌里面，咁已经係试过係出过唱片嘅。咁但係呢效果呢就唔係十分满意咁啦。咁直到最近呢就有好几隻电视的歌呢就啱啱呢就喺埋一个唱片公司嗰度呢，咁佢哋就提议俾我不如呢我哋做多一啲其他嘅歌啊，就将佢夹埋，咁可以呢就出到一隻大碟。咁於是呢根本喺完全冇諗过嘅情形之下呢就做咗呢隻碟出嚟。我自己呢係非常之鍾意音樂嘅。咁我除咗鍾意唱歌之外呢，我仲鍾意玩下樂器呀咁樣。咁我好好細個嘅時候呢就已經係開始學樂器嘅。我記得我最初學嘅第一件樂器呢就係支木筒笛。咁當時呢根本就唔知道音樂係一件咩事。我嗰時好似得我想都是十岁八岁到呢。咁吹嘅歌呢就即係上气唔接下气啊，又走晒音啊咁样，又撳又撳得唔塞啦咁啊。咁所以呢就好似漏咗气嘅风佬咁啊。咁成日呢就喺屋企里面呢就嘈嘈闭，咁啊俾屋企人闹。咁但係呢咁就并冇令到我失去兴趣。反而呢我仲更加想去尝试其他嘅樂器。跟住呢我就每见到一样樂器呢我都想去玩下。咁之之呢就玩下玩下呢就变咗呢係自己嘅最大嘅兴趣之一啦。除咗玩樂器之外呢，我就喜欢呢係听好多各类唔同嘅音樂。因为我认为呢听音乐呢可以呢除咗係一个好好嘅娱乐之外呢，仲可以呢你听人哋嘅就可以吸收到人哋嗰啲好处啊，将嗰啲好处呢係融会贯通，可以係自己或者可以再发挥出嚟都唔定。咁我听咗好耐音乐啦，咁发觉呢就有好多嘢呢已经变成呢是自己的一部分。所以有些时间呢我都会尝试一下呢是将这么多年听落的音乐呢再重新发挥出来的。咁我有时呢亦都会将一段段好冇乜嘢特别连贯性的嘢呢就会写低写出来，自己试一下将呢啲音乐呢是写成歌仔或者自己弹下自己唱下咁样。咁但係呢就一路呢都冇咩特别嘅信心啦。因为我所写嘅歌呢就全部都係玩下玩下咁样嘅性质。咁唔知道好唔好啊。咁啱啱呢呢次就有机会想出一隻碟，亦都係需要搵歌嘅。咁我以往嗰啲写落嗰啲歌呢，在其中呢我试下找一些出来，看看不知道
得唔得啊？咁点样知咧？我俾咗只歌俾唱片公司，唱片公司话好啦，不如就试下就将佢等入去啦。咁卒之咧，我就写咗呢只叫做《前程万里》嘅歌。大家听过觉得怎样？如果是觉得不好的，请你们给点意见我，等我下次可以再做好一点。节目差不多够钟了，我在这里讲点我的感受给你们听。我呢就很少做这些这样的节目，尤其是呢是完全没有人跟我对讲的，我自己一个人讲完，哇，觉得呢好害怕。都唔知道几时会讲错嘢，或者讲咗啲人哋唔鍾意听嘅嘢。讲到呢度啦，我希望我冇讲到啲令到大家都会啼笑皆非嘅嘢。喺呢度同大家讲再见。